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是铁达尼号的翻版吗？这是一艘观光的潜舰 Titan 哦，呃，泰坦号，它载了五位这观光的一个相关人员呢，要潜到海底去哦，要去看铁达尼号的残骸。可是不幸，今天传出来的消息是五个人全部罹难了。时间发生在六月十八号，载着五个人的呃这个观光潜艇下潜到北大西洋，他们是要去探访铁达尼号。 的残骸，结果他们只潜下去一个多小时之后就失联了哦。大家过去一两天都可以看到，有全世界各个媒体都在关心这件事情。美国、加拿大、法国也都分别出动了搜救队去搜救。可是很不幸的，在今天传出来不幸的消息，五个人已经全数罹难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哦：泰坦号失联的地方哦，失联之后分析声学数据啊，他…… 通讯中断的时候，运行的地方出现了内爆的现象。我们用大白话来讲，它断联、它失联的那个时间点，它已经发现内部爆炸了，就是它内部就已经爆炸了。所以这五个人很不幸的在第一时间可能就离开了大家哦，那网友模拟这个泰坦号内爆哦，潜水器被水给压扁，就很像墨西哥卷饼爆炸一样，过程只有三十秒钟。 所以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因为这五个人受到的痛苦应该很小哦，就是呃，应该是这样子，是瞬间发生的。所以舱内罹难的五个人，他们还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就已经罹难了。那另外呢，导演卡麦龙他是导演，呃，这个这个呃，铁达尼号的这位导演，他说早就有预感了，可是很惊讶，跟铁达尼号的命运太像太像了，超乎现实。 呃必须讲这件事情，也提醒着我们人类，我们对于大自然要更敬畏，因为人类啊，仅仅知道海底啊的百分之二十而已，我们只知道海底世界五分之一而已，大部分百分之八十我们一无所知。太空旅行相较于海底还比较容易呢。CNN 就说了美国的海洋研究报告，登月啊，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十二名太空人成功登月了。 马里亚纳海沟哦，你成功挑战它的人只有三个人呢、欸、哦，所以加起来必须讲，我们对太空还比较能够掌握，对于海底我们是很难掌握的。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潜艇泰坦号失联哦，有三个因素哦造恐造成深海铁棺材，很不幸的，你沉下去之后就像棺材一样。 哦，那美国海军水下搜救的司令部就说了哦，海军的潜舰搜救的这个下潜只有到六百一十公尺哦，所以你只能潜到六百一十公尺。可是泰达这个铁达尼号的残骸是三千八百公尺啊，所以远远不及哦，所以搜救能力还不到那里。而另外呢，倒霉的呃泰坦，Titan, 倒霉的泰坦替美军。 想到一个新的问题，这是来自对岸的报道。可能大家会想到过去呢，我们对海洋、对于海底这么难掌握，所以呢，更大的问题是什么？过去呢，要是中俄研制可以贴着海底潜舰长时间航行的这个潜潜艇或者潜或者是航行器，你听不到，你拦不到，那美军该怎么办？ 所以一下子我们就把这个意外啊，这个灾难导向了现在的美中对抗，或者是美中俄的对抗。所以美中俄深海对峙，无声的杀机，这场竞争才刚刚开始而已哦。哦，我们来看看呢，包括美国它的第二十四艘的维吉尼亚号级的潜舰哦，即将下水了。据说它的性能超越海狼级，无能能敌，有这么厉害吗？ 那俄罗斯的红宝石中央设计局哦，他们就说了，每一艘新的北风之神战略核潜舰都比上一艘还要先进。他们也在造北方之神的所谓的这个呃这个舰队啊，那这个舰队的战略核力量的基础，他们也都在做。而中国呢，中国在做更近、更快、更多的导弹。中国最强的零九六战略核潜舰。 也快来了哦，所以美中俄都在做，都在发展自己的海底的包，包括潜舰，包括呃各种的武器哦。中国正在扩大海底电缆势力范围，现在这又是另外一个科技了。而美方积极在防范，导致连海底的电缆都正形成亲中派。 或者是亲美派的两大阵营。我们现在在讲中美的科技大战，可是已经从地面打到太空，也打到深海里了。我们再回头看看习近平的二零一六年“十三五”计划里头，就有深海、深地、深空、深蓝的战略，要发展保障中国国家的安全还有战略利益的技术体系。我们现在讲的是哦，呃，中国它在深海六千米的数据。 北斗卫星哦，实时传输，大家都说海底没有 GPS 嘛。那时候发生船难，发生潜艇的意外，要怎么搜？现在正在做了。我们来问问看，这个蔡委元蔡委元你怎么看呢？包括这个 Titan 的这一艘深海铁棺材哦，这是一个悲剧。可是它给我们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民间的人士要做出一个深海探险，的确是要冒很大的险。 因为世界各国在这深海探险这一部分丢的资源跟预算都不大，反而对于太空啊登月丢的预算比较大，所以相较之下，当然你会发现说，好像我们对太空的了解比对深海来多，其实不是，是因为我们丢的钱少。那政府的钱少的话，民间的钱当然更少，所以今天呢发生这个泰坦号的悲剧啊、呃，啊令人惋惜哈，所以。 未来如果有人还是要从事这种深海的探测，这个也不能鼓励，也不能不鼓励。但是这个地方啊，可能要在国家资源方面呢，要更进一步。因为虽然说三四千公尺那么深的地方，的确是压力非常的大，啊，不出事的几率很低。可是相对的来讲的话，我们不要忘记啊，何止潜水艇在全世界两三千公尺跑来跑去没有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讯也没有问题，是，所以表示作为一个武器来讲啊，深海已经相当成熟了。包括他前几次 CSIS 的兵推，他说，如果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台湾海峡爆发战争，美国会全输，最后美国产生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核能潜水艇占了优势。嗯，因为即使是零九六，那么出现了。 他目前所知道的大概只携带十六枚的导弹，啊，巨量型导弹。可是美国还没有改善之前，欧海俄就携带二十四枚。所以在武器的数量上，美国的核潜艇啊比较大。这一点呢，中国可能还要再加油一下啊，要不然哦，美国动不动的拿这个来跟你啊敲敲鞭子。最重要的是俄罗斯，他现在的北风之神呢，他还有一个海射的波塞顿的。 核能鱼雷，注意到鱼鱼核那个什么鱼雷是用核能推动的哦，它可以在深海里面啊走几年，没有人知道。但是只要接近港口，大概纽约、旧金山、洛杉矶都只能说再见，因为那个爆炸力啊，核弹的爆炸力太大了所以俄罗斯这种大杀器，也表明了说，它有一种很强烈的对美国的这种压力的反抗力量。嗯。 那至于这个中国在发展这些东西的话，特别是海底电缆哈，我们要确定一件事情：台湾大概有十四条对外的海底电缆，事实上。 其中有加超过三分之二是在解放军可以剪断的范围，嗯啊，很危险呐、啊，嗯，不是危险，你要要要了解说这个实际上存在的，因为我们西部对外面联系的管道特别多嘛，哈，我们只能假设说台东哦、花莲比较少而已，但是也不保证啊，哦，三分之二可能被剪断，所以虽然有很多紧张，我们只能讲说，你这样是以国际为敌。 <laughs> 奇怪啊！不以你为敌，一个是谁为敌啊、哦？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的观点不能光讲这个，你到底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如果说你军事上没有更好的办法，在政治上要不要设法来解决？这比较实际。<是 S 1> 没有错，用政治的手段来解决哦，可能比较实际。<对的 S 1> 来，老师，嗯、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自治的这个商用的这个潜见哦，那一下去以后没多久就发生内爆，就是挤压的意思，嗯、因为在水底下每十公尺就是增加啊。 就是一个大气压，所以当它在底下三四百公尺的时候，等于是增加了十个大气压，等于是每平方米就有三十公斤重这样压在这个上面，那当然就是挤爆了。其实我也很担心，就是我们自制的潜舰啊，坦白说，我非常的国建国造。我觉得我对这方面坦白说，我一直很有忧虑，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把一艘这个模拟的这个潜舰的外壳。 因为它牵涉到你的整个钢的材料，还有你的本身的断接技术，然后完全制造出一个模型，放到水底下去做测试，里面有所有的监测仪来去测试我们本身的抗压力有多少。呃，以目前来讲，全世界的很先进的潜舰它大概平均的极限的水下大概就在三百米左右，就是水底下三百米。 一般你很难跑到四五百米这么深啊，因为你往下走到四五百米就挤破了啊，一挤破那里面就内爆，因为你想想看你封闭的行李箱，一挤下去以后，你内内部里面就整整个爆开，那这个情况当然就是很危险。所以坦白说，我对我们自己的自治潜舰这个部分里面，当然蔡英文一直在在自称为自己的政绩。 可是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真的是要经过科学的试验，就像这艘船没有经过科学的试验，就贸然的去开始进行商业上的的操作，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悲剧啊，那这个是很不幸的事情。所以深海的一个探测基本上是高科技、高技术、高材料力学等等。嗯，呃，中国大陆目前来讲跟美国啊，大概大概是全世界。 领先的两个国家并驾齐驱，他们可以进行深海的一个探测。那深海的探测，它本身又具有这个机器手背的一个能力。刚刚郑元兄已经特别谈到的，就是海底电缆。是，因为我们现在台湾所有的对外的联系，其实我们的所有的光纤都是透过这个海底电缆。那海底电缆一旦被发现、被定位、被找到，那你只要有深海的潜水器，它可以用机器手背，确实可以剪断。 所以未来人类的战争中，美国自己也没有把握，它的海底电缆能够确保是完全可以可以安全的。美国完全没有没有把握，没有把握也没有保证，而且他也知道中国大陆是完全可以切断，更何况台湾。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人类是有必要建立一些规则的是，是游戏规则要建立起来，为了大家的安全跟福祉。来请教董哥。 全世界的有钱人都很任啊任性啊，哦，那不止台湾哦，有些人想要任性哦，就会去找你导演说给我任性一下哦。那大家可以看到任性的结果，富豪嘛，里面啊就是富豪，所以为什么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哇，你看，铁达尼是一个不朽的传奇，至少在电影或在过去的传奇里面，对不对？最大的永永远不会倒的啊，不会沉的。 那现在很多人想说，他既然成了，就下去看，变成是一个景点。是，好，所以 t i 泰坦尼克，好，现在变成泰坦。其实他们都是泰坦，泰坦是希腊神话里面一个族嘛，啊，一个宙斯他祖父的那个族的一个神。那大家看了，哇，为什么这么吸引目光？哇，有钱人啊，他们在干什么？其实这个潜水器啊，还真不上潜水艇，它其实是很草率的，控制的是，控制的那个感啊。 二十九点九九美金的，哦，要玩游戏的，所以为什么另外一个富豪叫布朗，他看了他要推出，他說这个太儿戏了吧？他已经缴了哦，缴了第一步的一一定金了，他马上不打退堂鼓，他说我不参加，他说里面用来压，因为你要让他沉嘛哦，是用那个废弃的鹰架，怎么会这么草率呢？我不玩这个游戏，他曾经到过北极又什么都去过哦，用徒步的他都赶走这里。 这个太不可测了，所以很多东西它真的不可测啊。那当然在海洋哦里面，这件事情会被人家联想到。那各国的装备如果在打仗或者哦核潜舰或怎么样，就会拿来做讨论啊。但是其实哦在全世界这种先进哦的监视的科技，当然就是美国、俄国跟中国大陆，他们一直是在领先。那很多人是隐藏了很大的一部分。 哦，你觉得说美国可能最领先，搞不好二狗有一个怎么样厉害，外面并不知道了。中国大陆搞不好也有哪一个东西大家不知道了。那大家比较知道了，不是在啊，不是在深海里，是在天空。现在知道说哇，天空现在搞不好中国大陆已经是世界第一了，连上面的休息站都是它唯有叫天宫嘛，是、嗯、对不对？那这些是看得到了。<是 S 1> 嗯 海底很多看不到的，<laughs> 所以不要忽视你的敌人、嗯、<哼 S 1> 或对手。你觉得他很菜、欸、很差，未必有没有错。嗯、这个真就是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给我们的一些教训，我给我们上了一课。